因为我们的人生不好也不坏啊，他只是按照我们脑袋的想法活成现在的样子。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不够好的人，恭喜你，你是对的；如果你觉得自己很棒，恭喜你，你也是对的；如果你觉得我是一个很棒的人，你也是对的；你觉得你自己很糟糕，你也是对的。人生不好也不坏，他就是按照你脑袋里怎么想的活成你现在的样子而已。 所以重点在于我们的思维，在于我们的想法。可是我们的人的大脑偏偏是一个很奇怪的构造。人的大脑的思维决定来哪里呢？决定几个东西。我画一张图给各位看。人的大脑的思维就像是一个冰山一样。我们大脑的思维呢，百分之五，我们这辈子大概都用表意识在想。 我们这辈子大概大多数人都只用到百分之五的表意识而已。那底下这个地方叫做什么？底下这个地方叫做潜意识。我们很少人呢会去运用潜意识的力量。这个地方占了百分之九十五趴。好，那底下这个地方是什么？这个地方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思维会来自于哪里？七岁以前。 各位，我们的人哈、哦、很多的思维跟想法来自于七岁以前。什么叫做七岁以前？你知道吗？也就是来自于我们的原生家庭。我们的父母亲从小在七岁以前给我们的观念是什么？你就会有这些想法的。比如说，我从小在七岁以前，爸爸妈妈就会告诉我：，难道就上嫁，难不许中，有钱人的命。你要努力工作。 然后你要好好的找一份稳定的工作。我们家真的很穷，然后我们要去跟人家借钱，所以我从小就会一直被灌输这种穷人的教育。在七岁以前，好，那曾经有一个人呢，你知道吗？他晚上都睡不着，他常常失眠。可是他其实已经长得非常大了，可是他为什么还是失眠？我们就去探索他的生命的过程，发现他在七岁之前曾经有一次被人家关在。 非常黑暗的一个房间里面，毒打一顿。你知道这个孩子在七岁之前，他的人生就被设定了这样子的黑暗了。你觉得他会不会敢自己一个人在黑暗的房间？不会，因为在他七岁之前，他经历过这种原生家庭的暴力，于是会造就他长大之后，他非常非常害怕黑暗。 所以，只要有黑的地方，他脑袋里就会产生什么恐惧跟没有安全感。所以，各位，我们要常常了解我们的想法来自于三个地方：，一个是你七岁以前的原生家庭到底教育了你什么？如果你的爸爸妈妈是一个正向思考的人，你通常也会是一个正向思考的人，因为你的父母亲就是这么教你的。遇到任何事情都会告诉你：“孩子，没关系，我们再试试看，我们再努力看看。” 可是，如果你的父母从小到大都是你看啊了尾仔囝起你这都无好啦读册的读到卡只僻去啦不如生自然能真正的家卡欧好。<laughs> 如果你的父母从小到大一直都在告诉你这些话，你长大通常是没有自信的人。所以，各位父母们，我们要好好去想一下，我们到底都讲了哪些话，伤害你的孩子，而且是在他七岁的时候就定型了。好。 所以七岁之后，接下来就开始上学了，对不对？然后接下来你就会开始进入学校的教育跟环境里面。OK，好，所以各位，我们要回去原生家庭去看看我的人生现在的惯性跟习惯。你为什么常常负面思考？回去想想你跟父母的关系。如果你现在事业不是很顺利，工作不是很顺利，你跟你爸爸的关系通常不是很好。回去想想你跟爸爸的关系，对。 那如果你现在没有得到很多的爱，通常你跟妈妈的关系比较不好，因为妈妈代表了叫做奶水，她会给你很多爱。如果你从小就没有得到母爱，你在你的生命里面，你就会觉得你是一个缺爱的人，你会很没有安全感。遇到男朋友就要跟他说，一天就说你要讲我爱你，我爱你，然后讲了八百次，你还是觉得没有安全感。 各位不是你男朋友的问题，而是你七岁之前你的父母没有给你爱。那你要怎么办？你知道吗？回去跟父母和解。对，回去给爸爸妈妈洗脚，回去给爸爸妈妈拥抱，去把爸爸妈妈当时没给你的爱的能量赢回来。你从此之后生命才会有机会改变。OK，好，所以想想，如果你的事业工作不顺利的，回想你跟爸爸的关系，对。 如果你没有得到很多爱的陪伴的，你很缺乏爱的这种人，回想你跟妈妈的关系。所以最后我想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这件事情，来跟我一起念一下：停止扮演受害者的角色，拿回人生的主导权，你才是编剧。你到底想要把这辈子演成喜剧还是悲剧？一切都是你自己决定的。 但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请停止扮演受害者的角色，不要常常挂着，就是因为当年那个人抛弃了我，我最才会变得这么的难过。你看，要不是十五岁发生了这场车祸，我的人生也不会这么糟糕；要不是那个老板 fire 掉我，我也不会没有工作。拜托各位，停止扮演受害者的角色。 因为如果你扮演那种受害者的角色，对你的未来一点帮助都没有。很多人很喜欢活在自己那种受害者角色，也就是都是别人造成的，然后一直活在那个过去，不愿意正视自己接下来最重要的要做什么。而当你愿意开始停止受害者的角色，你的人生才有可能开始新的生活。所以，如果你能相信人生是一场战斗啊！ 那生命一定会为你送上对手。如果你觉得人生是一场战斗，每天都要像作战一样，那我跟你保证，生命就会送给你很多的对手。各位，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啊，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如果上帝要给你勇气，请问一下，上帝是直接给你勇气，还是他会让你去经历挫折，而你学会勇气？你觉得是经历挫折的，请举手。所以跟旁边握一下手，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所以，每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啊！所以我才是一切的根源，不要怪别人，不要抱怨，回去自己的身上看看自己，为什么我在这个地方我会觉得难过？为什么我在这个地方我会觉得不舒服？所有的一切来源都是我，不是别人的问题。为什么别人看这件事情不会生气，你会生气？那你到底是怎么看待的？所有的一切的根源是我。 所以呢，一个不会游泳的人呐、啊，老是换游泳池是不可以解决问题的；一个不会做事的人，老是换工作是解决不了自己能力的问题的；一个不懂经营爱情的人，老是换男女朋友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一个不懂经营家庭的人，怎么换爱人都解决不了问题。你们同意吗？同意。因为所有的一切根源是谁？说我。我<哇>。哎，拍拍你旁边的，所有一切根源都是我。所有一切根源都。 所以，我是一切的根源。要想改变一切，首先要改变自己。学习就是改变自己的根本。让你痛苦的人，便是渡你的人；让你烦恼的人，是来帮你的人；让你痛苦的人，是来渡你的人；让你怨恨的人，是你生命的贵人；让你讨厌的人，恰恰是你人生的大菩萨。他们都是你自己的不同侧面，都是另外一个层面的自己而已。 用这种角度来看待新的人生，你的一切都是你创造出来的。你是阳光，你的世界就会充满阳光；你是爱，你就生活在爱的氛围里；你是快乐的，你就是在笑声里。让你痛苦的人，便是度你的人。一念到天堂，一念就下地狱。你心在哪里，成就就在哪里。因此，我是一切的根源。善有善报，凡是行善的人都会遇到善良的贵人。所以，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所以呢，种花的人会闻到更多的花香。 爱人的人会得到更多的爱，也就是你爱一个人，付出的爱，你才会得到爱。所以，如果你想要得到什么，就先去给予什么。当你想要得到爱，请开始去给予爱，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最重要啊，我最后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事情，就是我们要来练习出离心。为什么我们还是会有烦恼？是因为我们对这件事情有执着。什么叫出离心？来，跟我一起念一下，开始。 各位，当你做到这件事情，你就在那个地方处理了。比如说，以前如果有一个人跟我说：“啊，你们家是一个很穷的穷小孩”，我很不舒服。对，因为我没办法选择我的出生呐、啊。你为什么每次都要提醒我是一个很穷家庭的小孩？这件事情我不舒服。那你现在在跟我说：“啊，老师，你以前很穷。”哎，我说是啊。然后呢？ 我一点都不会觉得不舒服了。我在这件事情我处理了，而如果还有一件事情你会感觉到不舒服，那代表那件事情你还是有执着的。